谢谢，恭喜获得，也曾国祥。恭喜恭喜曾国祥导演，请获奖者上台领奖。恭喜曾国祥导演，影片《少年的你》叙事凌厉，人物锐利，创作本体、社会影响和市场回馈俱佳，在华语青春片、犯罪片和。谢谢我们的开颁奖嘉宾，也再一次的感谢。其实他这标准，我们两个和入围五位候选人，他们就已经成为了中。地久天长，王景春。恭喜王。王景春，不知是演员化身为角色，还是人。在2017年的9月19号那一天，着急了，赶快说吧。瞬间，我们的心也被点亮了。经过滚烫着，热爱着，多幸运，生于当下。电影给我打开了一扇门，让我看到了广阔的世界。多幸运，生于当下。电影同时为我打开了一扇窗，让我透过这个小小的窗口，有机会演绎不同的人生，将我的青春和未来都许诺在当下。杨，第11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期待影片是所有。请各位留步，请我们的各位电影人在台上留步。小刚导演请留步。应该说我们的各位影人的代表发出了所有电影人共同的心声，我们的年度期待是所有。再一次的感谢所有的电影人始终用梦想。2、1，导演协会。就跟我们千玺弟弟有对手戏吗？对，其实挺多跟他的，就是因为他，我其实是演他，这其实是一个爱情片，当然我们其实都是绿叶去衬他们，他和这个刘浩存啊，对，这两朵红花。刘浩存是演我闺女嘛，我是演他爹啊。所以就因为他们俩是情侣关系，我只能说到这儿了。这其实挺多了，透露挺多。就是因为千玺今天也要角逐这个最佳年度男演员嘛，就是对他，您怎么看待这位跟您合作过的年轻演员？也恭喜他能够这个入围这个导演协会的最佳优秀男演员奖。然后跟他合作，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他也算是我的一个小师弟嘛，都是我们都是那个同学校，都是中戏的啊，所以我觉得还是秉承着中戏的这个优良传统啊，这个拍戏啊，做演员做人都是非常的认真啊，在现场我觉得大家合作也是很开心啊。